题叫做出力作出人才，就是出大师跟出大作的地方，就说他对你的创作会提出了更专注同时是更高的要求。所以我也很希望在这个新起点里面呢，去开展自己一个新的努力，这样。所以画院画室对自己意义是不一样的。新的画室，新的环境呢，确实给自己就很多的很多的新的构思点吧。就白鸭子也在这里游来游去的，然后这个天鹅呀，有时候它会触发你很多的东西吧。我觉得艺术还是情感的产物，就艺术家真诚的情感呢，才会让你产生好的作品吧，这是基础。前进的路上，可能执着的热爱是最大的动力，但是呢，能够赢得这样的鼓励跟肯定呢，确实是对自己最大的鼓舞。实际上得意对艺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同时也对我们作为艺术家做人的这个德。那么我觉得对艺术还是要有一个至诚的信仰，敬畏艺术，敬畏生活。所以真的是除了这个感觉到极大的鼓励跟肯定，同时呢，还感觉到确实是，指明了自己继续努力下去的一个方向吧。我觉得活在当下，真实的去呈现当代人的视觉、当下人的情感，我觉得一定是我们做艺术家最真诚的那部分。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，那么所有这些大事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你作为普通的社会艺人都会有反应，何况是敏感的艺术家。就说我们一定要有担当、有责任去反映这个新时代的新状态。